everyone. My name is Leo. I'm 5 years old. My favorite color is red. My favorite fruit is watermelon because it is yummy. And I love to ride my bike round and round along the path. When the sky is blue, I love to plant flowers with my dad. And my favorite sport is football. I like to kick it into a net to get a score. I like to do the exercise because when I grow up, I want to be a strong man. And I can lift up 1,000 pounds in the air. And I love to play my piano. I play it every day. I love to learn magic tricks because it always makes me and my friends happy. When I grow up, I want to be a rich man because I can buy anything I want. Okay, that's all about me. Thank you. Bye-bye. 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教你们怎么种番茄。这是我照这些来知道。先，这是你把种子刚放下来，它这是还要长，所以它可能在讲说这是要15到30°C才可以长，然后发芽以后，可能这是要15到25°C 来长，因为可能这是不行太热，或是也不行太冷。因为冬天这是它可能会太冷被雪盖住看不到，然后太热这是可能它会枯掉，所以它会分温度，15到25°C 是它温度，然后长高以后是可以1到9蕊可以种吧，然后12蕊也可以，差不多就这样吧，可能这是它就讲这个 showing date。Showing day 就是可以种的时候吧，然后长出来的时候，虽然这不是画番茄在画花，但是他说种出来要110天，可能照这样来。大家好。我今天要叫阿妈学英文，这是我的书，所以 name 这是名字，是写 Leo 这是我英文名字，然后 bird 是鸟， ball 是一个球，这里有图片给你看，然后从 B 开始， B bag。B-A-G Book B-O-O-K。 如果你要写 Book 可以写小写 B 或是大写 B 在前面。 Bed Bike。 然后这个 Match Up 就是连一连。 My Book of Words Beginning with C 就是这里要写 C 的name com， 为什么叫 com 呢？然后这里又有个 b， 因为妈妈教我这个 b 不用发音， can 是罐子， cake 蛋糕， cow 牛， car 车子， cat 猫。然后这是写 D 的， D O O R 是 door， 这是门， D E S K 是 desk， D E S K 这是 desk， 这是 desk， 这是桌子啊，像我书桌一样。然后这是 deal。D-E-E-R Deal 就是鹿， Duck 就是鸭子，
D-U-C-K, duck. 四 D-I-M-E, dollar, D-O-L-L-A-R. 这是比较大的一人啦。OK, 我们再。当街灯亮起来，向村庄道过晚安。夏天的夜就轻轻地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从山坡上轻轻地爬下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从叶子树梢上轻轻地爬下来了，撒了满天的珍珠和一枚又大又亮的银币。这是丫丫的，我是 Leo。 这是丫丫的画，这是丫丫画的。然后我在讲的说是，这是一个人的头对吧，然后他在说着人是怎么看到，人是怎么听到，人是怎么闻到东西，人是怎么吃东西的话。像这有没有一条线通到这个大耳朵里面，这有，就是这是人怎么听到东西，别人在讲话，然后会有个小线通到他的耳朵里面，他就会听到这只耳朵来听的。然后你有看到这些箭头吗？这些就是跟你说哪里，这是哪里。像这是嘴巴对吧，然后通到这饭，所以嘴巴是吃饭的。你知道花是用闻的对吗，所以花是连到鼻子。然后看到这个比较难一点，就是你眼睛都会看到一个东西对吧，你不行看到后面的东西，你要转头才可以。但是如果你是看到一个东西，你随便都会看到什么。像他看到一个溜滑梯，就是连到眼睛，那就是眼睛看到一个东西，知道了吗？这就是他画的字，他蛮会画的啦。然后今天我要讲的口诀是 lesson 四，然后这个 repeat 就是可以跟人说。可以很多次 repeat 就是可以让人做很多次，就不用用那么多 block, 就像个正方形，正方形要四个角，就不用用那么多 block, 就可以用 repeat 四次，因为有四个角。然后这个 scrap 就是要找到 acorn, 不行踩在裂的冰块上，它会掉到水里面。这个软，这个也是，顺便是裂掉的冰块。然后也不行，不小心掉水里面。然后这些花就是原本在水里面，然后它要在这个没有裂掉的冰上找到它的 acorn。然后 repeat 就可以让它走快。点，这是可以让它走，就不用用 block 那么多，然后就用 run, 就不用一直按这个 step。See? 用 steps 这样 move forward, 然后 turn left, 就在它左手边，然后再往这里。然后这个 run 就是可以跟你说，就不用自己按，它自己就会走。
然后他就说，如果对了，就说 Congratulations, you complete puzzle 6.